信玄は中心地の南東です。 谁？别动！你要干嘛？刚才戴帽子那个呢？
没有。东西呢？老总，我犯什么法了？你为什么抓我？磁带在哪儿？什么磁带？那你刚才在搞什么？哎哎、啊！你们干嘛呀？想死啊你呀、啊！走。嘴的肥肉又废了，少佐，那特务非常狡猾，他一定是事先就设计好了逃跑路线，而且他对于田镇的地形非常熟悉。田小满呢？刚才在茶楼里，我还看到他了，后来就忘了。少佐，秦队长，抓到了吗？我要抓着还能在这儿待着吗？好了，收队，回县政府。是。收队，上车。是是。少佐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就先不回去了啊。谢少佐。现在呢，已经11点钟了啊，钱队长，你让我等了一个小时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出任务去了，有任务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继续忙吧。不，我不忙了，不忙了，真的，不忙了。啊，钱一飞，哎，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叫你来吗？不知道。今天本来我是想跟你好好聊聊的，啊，聊聊。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了，我确实不能一个人过后半辈子。太对了，太难了。
别说以后你还能帮帮我呢。能帮能帮，我一定能帮。哎，可今天这么一看啊，你太没诚意了。啊？让我白白等了一个小时，自己带着喝咖啡吧。哎，白灵儿，白灵儿，白灵儿！哎，先生，账上还没结呢。结什么账啊？刚刚那位小姐喝的咖啡。我喝了吗？我喝了吗？不是您，我没喝，我结什么账啊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白灵儿。刚才我查了一下出勤记录，傍晚下班以后，田队长一直没有离开过县政府。是，我平时下班就很晚回家，这个习惯县政府的很多人都知道。可是恰恰在昨晚，我在电话里发现了窃听器。没错。哦，对了，报告和田少总、夏川少总，昨天晚上属下带人搜查了整个县政府大楼，发现只有田队长一个人在。田队长不是也在？要说嫌疑，恐怕你的嫌疑是最大的。想栽赃给我呀？真不巧，昨天晚上我跟夏川少佐……我闭嘴。是。夏川少佐，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啊。你是昨天发现的窃听器，从时间上推断的话，有两种可能：一，窃听器是昨天刚刚被安装上的；第二，也许是被安装了很长时间。如果不确定具体时间的话，调查人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和田少佐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夏川少佐、二人は今日午前君と共に任務を実行した。その場を離れたことは。ならば彼らへの疑いはほとんど取り除けるということだな。ではスパイは他にいることになる。県の政府の者たちが今朝の8時から10時までの動きを全部調べてくる。はい。白小姐，夏川小佐有急。有什么事吗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少佐，白灵，我给您带来了。人呢？入ってこい。白小姐，根据出勤记录，你是上午11点多才回到办公室的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在这之前，你在哪儿？咖啡馆，咖啡馆。上班时间你去咖啡馆做什么？有一点私事。一个人？不是，还有谁？钱一飞。钱一飞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。
前副队长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进来。少佐，您找我。你能证明白琳上午在咖啡馆？啊，对，我能证明。白小姐，上午9点到10点多，你一直在那？是，你撒谎。白小姐，你是不是还想进审讯室？少佐，是这样，咱们任务结束以后呢，我就赶到咖啡馆，白灵的确在那等我，所以我能证明。前副队长，你别忘了，上午10点多咱们是在一块儿的。谁能证明在你见到白小姐之前她一直在那？有，还有一个人能证明。谁？大炮。我有个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我跟一个日本士兵喝酒，从他嘴里听说日本人正在郊外修建一处厂房。厂房？日本人盖厂房干什么？不清楚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想办法打探一下。是。嗯。我亲眼看见他进咖啡馆了，时间也就9点多吧。你确定？少佐，千真万确。白小姐，你可以回去工作了。好，下川少佐，我先走了。大炮，你也出去吧。少佐，这个大炮是我的心腹，我特意安排的24小时监视白琳，他绝不敢撒谎。昨天你进我的办公室，门到底是怎么开的？少佐，您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？我昨天我真记不清楚了。因为目前安装窃听器就这么一个线索，如果窃听器是昨天安的话，那门不是你开的，是谁？少佐，我昨天真的喝得迷迷糊糊的，我真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也得给我想。是，我想。少佐，我直说了吧，我承认我以前会拿铁丝开门，可能我昨天我喝了几杯猫尿，我酒壮怂人胆，我就那么开着进来，但我绝对保证那窃听器不是我安装的，我敢保证。钱一飞啊，钱一飞啊，嗯，以前有没有偷偷进我办公室啊？进过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
进来。队长，我跟李海收买了修建工厂的一个壮丁，据他交代，估计再有七八天就完工了。厂房在城郊哪里？南城。据说原来那边是一片稻田。报告。进了。少佐，您找我？找几个靠得住的侦缉队员。是，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？让他们负责城南厂区的外围巡逻。记住，要靠得住的。您放心吧，我这就安排去。另外，少佐，那鬼的事儿还需不需要继续追查呀？都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暂时先放一放吧。等到他们放松警惕，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。没想到日军早就为这批物资建厂房了。无论如何，要想办法知道这批物资到底是什么。我来想办法。可是军统也让白灵打听这批物资。小曼，都是为了抗日，我们把得到的情报告诉他们也是应该的。老七，我明白了。太君，我们是侦缉队的，奉夏川少佐的命令，加强这儿的巡逻。日本人在于田镇有更大的秘密。真没想到，当你为了这块地争得你死我活的，现在都成了日本人的地盘。白灵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，我都听你的。运输队，这批物资果然大有文章。想要打探里面的虚实难。当年我祖父开垦这一大块地是为了种庄稼，于田镇这边多雨，这么一大块地需要有排水沟。记得当年我听我父亲说过，祖父当时就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了一条200多米长的深水沟，一直通到这个厂房的排水沟。
みんな飯だ。はい。よし。行け行け。よし。
说这大晚上的，看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小刘子，快！我不行了，吃坏东西，肚子疼，快叶给我！哎呀，树，满山都是树叶，拿树叶擦屁股不就行了吗？你烟都抽完了，烟盒留着能当饭吃啊？哎呦，你慢点啊！啊！田队长。看见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，富贵，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听我解释。富贵，你对，田队长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别松手。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解的手，这他妈秦富贵，他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开小差啊？不会，老秦家就指着他一个人过活，就冲这份军饷，这小子也敢逃？队长有发现了，找着一只鞋，哪人的？多大号？是三。鞋号跟老秦一样，见鬼了！给我听着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无论如何要把秦富贵给我找着。组织，是，快点，走。馄饨，龙卷包，这样了，再来啊！龙卷包，蒸了，快走啊！这批日军的物资全是军火，这是拍到的照片，可以交给上级分析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些什么武器。太好了，都看仔细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哎，你看底下黑乎乎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像是个人。快去，我抬上来，走，走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小心点儿，哎，快点快点，快快快，轻点轻点啊，轻点。队长，还有事，赶紧送医。走，快了，快，快点啊！怎么了？还在内疚啊？秦富贵有老有小的，养家糊口全靠他，现在没了性命，一家人怎么活啊？
小马，你能活着回来就已经是万幸了，千万别自责了。战争本来就是这么残酷的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我们谁都没有办法避免。我还有点事儿，白影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那你把相机给我，底片得销毁。我没带在身上，回头给你。请问您需要什么布？哦，随便看看。哎，小姐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本店的布花色齐全，品质极佳，包你满意。嗯，我再看看。您这边看看。小姐，您的布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请在这儿。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您稍等，您的收据。啊。哎，给您。嗯。大夫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啊，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但他颈椎断了，暂时处于昏迷状态。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，我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。这也说不定啊，可能一两天，也可能一两个月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三天之内要醒不过来的话，你就给我去死。夏队长，你可不能不讲理呀、啊！我又不是老天爷，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、啊？你他妈连病都看不还算什么大夫？别叫！再给我顶嘴！我他妈现在就打死你！叫什么叫？滚！滚滚滚滚！你们俩给我听着，这三天之内不许跟我睡觉，24小时给我盯紧了秦富贵。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俩就跟着陪葬。田队长着急上哪儿去啊？富贵怎么样了？听说捡回来一条命。命是捡回来了，但什么时候能醒，还不知道呢。干什么呀？重症监护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看看他都不行吗？行啊。要是把他看死了，算谁的呀？钱副队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。秦富贵现在重病在身，你这么进进出出的护的门子，万一得了伤寒，他一不小心的再过去了，谁担这个责任？田队长。我这是为了你好，不落嫌疑。钱副队长这话说的实在太深奥，我听不懂。秦富贵是我的属下，我看望我的属下，落什么嫌疑？给我让开！你要敢进，我就打死你！田一飞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拿枪指着你的上司！对不住了，田队长，我有任务在身，今天还就不能让你进这个门了。什么时候要防到自己人？你就是信不过。你要是不掏枪也罢，但是你一掏枪，就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，也是挑战我忍耐的极限。秦富贵，我还非看不可。田小满。